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， 我们又回来了瓦人子世界，我们以后就叫瓦人子世界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是要直接叫子生生存？好啦，不重要啦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啊！今天呢这一集呢，首先呢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你们看到这个没有错啦，中文字终于出现了，再也不是英文了，有没有看见？啊，不过呢，这个不是官方翻译的这个中文哦，这个是呢，我一位在第三集的这个影片下面的留言处哦，有一位观众呢叫做焦糖啊，他自愿提供啊，他问说，老头，我这边有自己翻译的这个翻译档案啊，90%的已经翻译90%了，老头有没有想要？我都说，哦，当然啦，非常的感谢啊，就说真的，非常的需要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对于这种英文白痴来说，真的非常需要中文才可以更顺利的进行游戏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在这边首先就先非常感谢焦糖的提供哦。那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，就是提供，就是应该就是说愿不愿意被我推广啦，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一下，因为毕竟人家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啊，去做这个翻译，而且是无偿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真的要保持着感恩之心，所以说是非常感谢他，感谢焦糖的翻译。那你会看到这些翻译哦，真的是很棒哦，看到的就是舒服。虽然有一些还没有翻译完全，但是我觉得已经很棒了，真的。因为毕竟一个人翻译嘛，要翻译这么多东西，真的是非常需要花时间。即便是就是有一些还是英文，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棒了啊。那像这是什么？一个促销灯，庆祝那些首次加入 Steam 上推出的人。这个翻译我就看不懂了，没关系啊，棒。然后这是一个广告牌、路标、木头浮雕啊，这些应该是装饰品之类的。然后其实不要看他现在这边的工作，不是工作，是不要看他现在这边的这个物件这么少啊，感觉内容很少，其实他真正比较多的内容是在外面，有一些东西是要狩猎野外生物才会获得的东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之前看留言有观众说，老头这个家太小了，没有问题。今天老头呢，就是要赶紧就是盖一下我们的家，把我们家盖得服服帖帖的。我一样是老样子啦，我会这边稍微再扩充，我就用石头的成分去把它盖一盖好了，石质的好不好？那中间这瓦人子其实有点丑啦。算了，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。这边延伸上来之后呢，我们这边要接哪一种颜色的木板？我们还是接木板好不好？是有很多树可以让我们砍的、前面树特多，算了，我们接木板好了。虽然岩石更容易取得，但是呢，为了颜色相似性，全部接木板延伸出去好了。希望这个建筑的这个设计哦，不要像方舟一样有一些什么支撑限制。我真的很不喜欢支撑限制，那种支撑限制真的搞得麻烦死了。橡木，我们之前打黑色那些都是属于橡木嘛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咧，它这个世界就分两种木头，目前是两种木头啊。我看看，这个就是樱桃木，橡木跟樱桃木，然后前面呢是沙漠。来，我忘记做一件事情，我记得昨天，不是昨天，上一集有一个任务是要我们盖一张床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要不要先再盖一张床？可是重点是这张床要摆哪里？这窝也太大了吧！看来真的不行。我以为床是小小的，我们还是先就是把这个建筑啊，这周围的建筑盖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开始盖床好了。别啊！拿我的屌剑打爆你！我告诉你，这种唧唧歪歪，树妖别！看到我砍树非常的生气，有没有？
暗淡的魔法精华，暗淡的魔法精华啊，这个，好，我记得我们做某样东西好像需要这个四个，对不对？是哪一个啊？是这个。等一下，这前面两只再把它杀掉，我们就可以做附魔台还是攻还是魔法台，忘记了。必要材料，必要材料。来来来，多拿一点，多拿一点。然后呢？杀掉他！哎、欸，没有见识了、哦。好，近身攻击，滚！束腰去死吧！束腰去死吧！洗内，吃我的屌啦！有没有掉？哇，这次没给！哇！哇！哇！刚明明就有对到一点点儿，这一点点，相信自己。可是我怕我撸到旁边，这明明就有。Yeah boy， 哇，用这种偷吃步哦，用这种方式偷吃步，好屌、哦。对 ，nice nice nice， 扩建的扩建的，哎呀呀。我们就是不要网陆地啊！这个游戏目前飞行生物不多嘛，我觉得就盖二楼会非常的安全，而且视野又更广阔。您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有点乱盖，你知道吗？乱盖一通，老头。不会啦，其实应该还好。对一下，对一下 ，nice。好了。What the fuck？ 不是这张床啊、哦，这还真的是简易床啊！那我不就浪费了材料之类的吗？也是啊，他要简易床，不是简易大床啊。好吧，我们就稍微一下，等到白天，哎、欸，这样可不可以隔山打牛？蛮好奇的，不能蹲下，有点可惜，不能蹲下。我现在可以做这个。只能做十只，好吧，做一把出来好了。越来越多了，天哪，你伤害好高哦！应该打重头的关系吧，平均三只杀一只，喷了。恶魔脚，加减加减。这个是高级恶魔哎、欸，哇塞，还有这种恶魔，这种恶魔杀了之后会拿到什么 ？Yeah， 没射到，先把这些射死好了。哇，没有见死啦，杀了他们。去死啊！哦，拿到什么？哦，拿到精华，赚到，超级赚到，好吧。这张床既然都盖出来了，我们就算了。我们到时候把简易小床放在边边好了，好不好？为了任务，好，我们简易小床需要狼皮，需要狼皮，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半只狼，全部都是这些恶魔。滚！来呀、啊！你比较痛还是我比较痛？好像是你比较痛的样子。还好是来一只，不然我可能就要被围死了。啪！有了狼皮一个，简易床马上 get。简易床呢？我要找床，找不到了。好，在这里。哎呦，好烦啊，不想做哎、欸。我现在脑，我现在的脑袋瓜，啊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思考要长什么形状了。我们的床有点不习惯，还要慢慢等啊！天哪、啊，好，十篇。十篇够了吧？
我觉得我觉得过多了。对哈，我们的床，小小床。哎，只能盖在这里了。大床小床，成功。哦，还歪掉嘞。我们看一下获得什么。拿到20个项目，好，做7个好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恶魔的灵魂，一个强大的生物灵魂可以装备获得力量。欸，我打到这个东西啊，这会不会是刚晚上在打那强大恶魔所获得的东西啊？欸，还真的嘞。哦，血量提升。哦，这个居然还有灵魂可以装备啊，死给。领取我的奖励，装备了灵魂收割者，狼的灵魂。哦，一堆灵魂。哇，这边可以装吗？哇，我感觉我越来越强啦，越装越多灵魂，感觉这些难不倒我了。我告诉你，好爽啊，好吧，爽到一个不行，爽到你必要必要的。好，这边放一个。然后这边一个曲目，这样视野其实很广的。把这边放完之后呢，这边再放一个，这样会不会有点那个啊？视角，算了，这边放一个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终极防御阵，结果发现我多做了，有没有？再来呢，我看一下、喔。一般的木质矮墙，木质矮墙不要，木质墙，木围栏，木围栏。哎、欸，它这上面有显示几天损坏，哎，所以说我这些东西盖完没多久又要塌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发现，做7个，嗯，怎么少一个？啊，有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哎呀，不过我觉得天花板，哦，我们虽然这边露天的嘛，那我觉得既然露天，好不好？这边的天花板至少盖一下吧，好吧？至少比较不会感觉好像无家可归的感觉。哈哈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好了，木板撑起，然后这个也是木板撑起 ，nice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盖过了，耶、yeah ！哇，哇，少一片，再做一个就好了。喂，哎、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外天花板，外墙嘞？是 bug 吧？好了，有了。好，我们的天花板就不要盖了，好不好？到时候这个我应该会稍微挪动一下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有哥布林在旁边，有几个天花板？一个、两个、3个，3个天花板，我能不能做？可以。来。完蛋了，又对不到了。为什么会对不到啊？这到底什么情形啊？时间一久就对不到的意思吗？明明就是可以的。哎，不让我完成呢、欸、，bug， 这是 bug， 它却可以延伸到外围。虾米鬼呀、啊？这样实在是太不优了，我必须要说，完了，老头的梦想无法完成了。想说这样子会比较好看，居然没办法，好吧，那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到时候这个墙壁呢，老头的墙壁盖上面好了啦，然后再盖上一层之后，再把它沿过来接好了。哎，你就只能这样做，要不然怎么办？一难过，来，我们现在不管了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
附魔台啊，拿过来摆摆这里好了。一个，哎呦，附魔台这么的亮哦，还有我们的锻造炉，哎，又有新玩具可以玩了，太赞了 ！Nice， 来看一下，噔，这怎么做？怎么操作？哦，哦，瞬间懂了什么，然后再配上这个暗淡的魔法精华，可以附魔、暴击伤害、红宝石、野猪牙，哇、哦！花时间了，花时间了。那相对的，这个也可以玩。哦，它直接变成绿色的耶！啊，如果是头盔，就单纯就只是头盔而已。盔甲咧，比如说绿宝石盔甲啊，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改变。啊，下面这两个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后续如果你需要更强大的，还是说什么之类的材料会更多吗？啊，不管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附魔工作台。哎、欸，灵魂可会附？灵魂不行，灵魂就只是个灵魂。哇塞，铁铲出来了！哦，我们有铜镰刀，哦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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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黄金机械挖掘机，哎、欸，这个齿轮我们已经有了、欸，我们好像是打什么来的、啊？我们的齿轮怎么获得？忘记了。哎、欸，讲真的，我真的忘记齿轮怎么获得了。我们那时候怎么获得齿轮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哇，金锭、固定皮带、高级装备，通通都在这里啦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哇，高级的装备，原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多啊！我的天啊！我们现在只有铜锭而已啊，到时候这个铜装先弄出来啊，上面这些铜装也是一一慢慢把它做出来啊，然后再去外面冒险啊，已经早上了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我觉得真的有汉化差很多啊，一样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脚躺啊，感谢他的翻译啊，让我玩游戏可以这么的顺畅。那么呢，就是如果一样的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啊，我们下一集。好，纸箱生存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